体皆达到，法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离得救，一切无碍，何难生中。所有的生命价值是透过我们在生活上，然后呢，所有的生存的方式而展现出来的生命价值。众生皆有生命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起慈悲心？凡所有命者不得故杀。每一位生命都有他的生命价值，但他生命价值所展现出来的层次不同，也就是他的智慧不同。六道众生当中，地狱恶鬼畜生，他的相性，他的样子相，就是他的外观。一个人的外相给人家感觉是什么样子？比如说畜生道的狗、猫，那的相样子；猴子，他的性。人有人性，畜生道的畜生性，这是他的性，就是他的习气。这个性所谈的是他的这个习气。所以当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没有展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人家就会说这人啊，这个人啊，比精神更加不如。也就是说，在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生命特质，是非常低级的。哦，那就从修行的角度上，我们如何去展现，然后透过法的修行而把生命价值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也就是所谓的找回本来面目，我们都必须要有所认知。假如你不去认识清楚的话，我们会很不自知的就在这个祸业苦当中一直在轮回，一直在受苦，一直受苦，一直轮回。凡夫之所以为凡夫，就是凡夫所执着的见惑、思惑很强盛、很强烈，也就是我们谈的见思惑。凡夫跟圣者之所以最大的分水岭，就在于知见。凡夫见跟圣者见，它截然的不同，这是没有灰色模糊的地方的。凡夫跟圣者没有所谓的模糊灰色的地方，是知见是非常明确的。有阳光的地方，阳光照射得到的地方，它不可能有黑暗的。凡夫之所以为凡夫，他有非常强烈的身边邪见戒的执着，我们又称为五逆识。这五逆识来得很快，破坏的也很快。一旦染我们的凡夫呢，
碰到跟自我有强烈的所谓的利益关系，他就自然保护了自己，然后做出种种错误偏差的行为。身见那个反扑的力量很强的，胜者不然，胜者何以不然？胜者深知一切法，善解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他不会乱起无名，他更不会随波逐流。一切因缘如何，是因为他有智慧。因此圣者是能断，能断有功夫，能断身边邪见，见也就是见惑一断，他就入圣者位。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积极的修福报，我们就是要最基本的功夫，要先把见惑给断了。见惑就是我们平常啊生活当中，它都埋伏着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就是我们生存价值。所以一八正道来谈正见，正见如何维持正见的这个功夫跟功德，正思维。正思维，比如你今天你肚子饿了，你肚子饿了要吃东西，你要有正确的管道啊，你不能说我肚子饿反正有人家煮我就抢来吃了，生存方法错了。所以他正思维，我今天能有拥有多少福报，我堪受得了，乃至我今天有用功，就像你在工作上班，我工作上班，我今天有工作上班，老板给了我薪水，你会拿得很心安的。今天我们是为出家修行者，我们没有为众生发愿，而平白的享受的众生所给予的护持跟福报，那会损福的。这就是知见，没有那个理所当然应该给的。纵然你今天当到长老了，为什么这么多的僧众愿意去恭敬供养长老？是他长久以来对众生、对佛教、对生命所付出的力量，这就是所谓的生命价值。正思维，所以生存之道，正于正业正命。你平常是否在言语当中，你有正去思维，你这个语言讲得恰不恰当，柔不柔和？我这么一说这样的话，是否能利益到众生，利益到我的从善大德，还是我这一句话一说出去就伤到人了？因为我们讲话嘴巴里面带了一支箭啊，这箭没有，假如没有稍微有所涵养，箭很容易伤人，讲话很容易伤人。刀子伤害到我们，也许可以用时间可以很快的就愈合了，可是口业伤害的众生都是有果报的。所以要正语正业，修行人的本分，弘法利生。修行人假如不以弘法利生为主要的思考方向，只想说我今天能赚多少钱，我今天能够有众生能给我多少福报，那个已经落入了邪见了。身边邪见错误的思想已经开始在干扰破坏，我们称什么？劳动的劳，劳怨，怨恨的怨，劳就是干扰。您的身心
被干扰了，扰干扰。所以当你看到为什么他可以拥有这么多的福报，他一出门就有人护持，要肯定了他多生多劫以来为众生修了多少福，乃至他今生今世他精进用功了多少，没有一个人会平白的对他这么护持的。你今天没打拼没用功，你的生命价值就没有办法展现它的亮度，这就正业。他说正命，这八正道里面的正命，我们的生活方式，出家人就是依附于僧团。很多出家人乃至修行人为什么会偏离了，后来变走偏了，乃至成为神棍了，变成诈骗集团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脱离了僧团的教义，没有了僧团的这样的一个督促之下，他很容易就会透过思想错误的行为偏差而犯下种种的过失。所以我们出家最基本的正命而活啊，就是在僧团里面，僧团里面当然就有戒定慧修行的力量，僧团一定有僧团所展现出来的功德，僧团一定有我们僧团所要做的功课，至于这个功课的圆满与否，就大家一起去维护跟努力了，生命价值一定要展现出来，然后正精进，正精进，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懈怠的。就像前几天我们办的这个宗教论坛当中，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在当下听很法喜充满，有些人在当下就听得这个很不耐烦，感觉在搞什么？很法喜的人就可以从中获得到很多不同的讯息，启发了他生命的思考。有些人就听得很不耐烦，难道觉得很无聊，甚至呢就坎坷这个，乃至坐久了感觉腰酸背痛了。我自己这段时间也因为一些身体状况不调，四大不调，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法喜充满，我并不会觉得身体的疲惫而干扰了我要听法的那一份乐趣。何以故？你有没有深耕你的生命？你对众生的这份关怀你有没有把它表现？你有没有深刻的在你生活当中有它的存在价值？你为什么会去关心佛教的未来发展？那你想要发心了解到未来的发展，你对过去的回顾你一定会有所感触的。乃至对其他宗教的这份兴趣你为什么会想要了解？它对你的生命都是有帮助的，因为它都在我们的生活圈，它并不是跳开了这个生活，所以我们才懂得去破见取见，因为它跟你的修行是直接相关系的。有时候听一位专家学者的演讲，有时候都很不容易，买个门票都不一定买得到。我们可以拥有在这么样的因缘里面，就可以听取这些知识，也许你可以听不懂，当下你也许听不懂，但它会启发你想要去关怀，种下这个熏修的种子。为什么听不懂？因为过去没有熏修过嘛。听不懂不能说你就不想听了，那你就丧失了行菩萨道的精神。这待会会谈到为什么我们要破我们的尘沙惑，是这样来的。
所以一定要不断的正精进。我不懂的，我不会的，我就积极的去学习，而不是说我不会，我就不想学了。我不会，我用不到。就像死亡，难道你用不到吗？你绝对用得到的。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您的正念又在哪里？当一个病痛都让你起烦恼了，让你一个听法的因缘都让你很无奈了，当你临命终的时候，你会自在吗？我不相信的。如何能自在？于一切的生活条件当中，你都可以调伏烦恼，那才叫真自在。纵然临命终，你依然这么自在，这才真修行。不然你连个生活当中多了一项学习的事情，多了一个工作的考验，你就很不耐烦了。你如何对众生起大悲心？你又如何对自己的生命价值产生亮度？修行就是这样来，要正精进。所以菩萨一定要正精进的去破他的尘沙惑，不懂的他一定要学。然后呢，正精进、正念、正定，他的正念相续。也就是他的脑袋瓜里面没有那个乱七八糟的错误想法，他的想法都很正向的。别人对他的考验，他都很清楚了解到，就叫做正上缘、正定。这个正定，除了甚深禅定以外的这个正定，是内心不会受到一切的干扰了。他的思想可以纯正，所以从正见到正定当中，就是要破我们的五逆识、身边邪见戒这五种执着，是凡夫，只要是凡夫一定有的，只要是凡夫必然有这种邪见，就是因为有我们才要修行，那更应该要找方法去破除它。所以见惑一断，才能入圣者位。然后思惑跟着要断。思惑就是我们错误的思想。思惑在生活上就是所谓的贪嗔痴慢疑啊，五顿时，它潜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隐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时候你很难发现你在起贪心的。有时候你不容易发现到，等到你一发现到的时候呢，你已经起大烦恼了，忧悲苦恼已经产生了。所以那个贪嗔痴慢疑啊，它很潜移默化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它就产生力量了，那叫五顿时，那叫做思惑。譬如说最基本的，这个人桌上怎么一杯茶？为什么我就没有茶喝？为什么他可以坐那个位置，我就不可以坐那个位置？他会先认为为什么他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但是他少了正知见。为什么他就可以进总统府，进出自由，我为什么就不行？他之所以能够进出总统府、进出自由，是他有他的福报跟他的条件啊。我们不能跟人相比较啊，所以叫做五顿时当中的贪嗔痴慢疑啊，他会在你的生活当中潜移默化。为什么你就对他特别好？为什么你就不对我好一点？而且去烦恼啊，忧悲苦恼就是这样来的。
哎呦，为什么他的奖励就多，我的奖励就少？可是疏忽的都是我到底用功了多少，我努力了多少，我实践的生命价值多少。会贪，会嗔，会痴，会慢，会疑，这五顿时在生命当中潜移默化的不断的在干扰着每一个人，只要是凡夫都还在干扰。五顿时他慢慢来，等到你发现了已经怎么样，去躲烦恼啊。为什么社会上很多男欢女爱的爱人没得被哥哥被去伤害人嫉妒，因为我爱你没得，我嘛不好你有把人爱，然后就用错误的心理去伤害他人了，愚痴所构成的问题。所以我们在修行，我们在道场上怎么去破这五顿时，就是在僧团善知识的引导之下，一步一步的去调伏他。你只要你发现到你有这方面的苦恼，你不用觉得丢脸，你也不觉得，你也不用觉得说很糟糕，没有，无始劫的凡夫业就是如此，只要是凡夫皆有这种业哈。你兄弟姐妹都会计较爸爸妈妈比较疼爱谁的，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有这些问题，但是有了这些问题，你要超越，你要透过修行去超越，要破它，破我们这些错误的想法。多拜佛，多诵经，多亲近善知识说法，不懂了请善知识给我们开导，我们所称的心理辅导。佛教谈的心灵辅导，不是因为他忧郁了，不是因为他躁郁了，不是因为他自闭了才要去做心理辅导。众生只有这些习气，都必须要透过佛法的治疗、甘露的辅导。无拢会家己带起不平，呵，你今日要对我呢？我连讲我嘛要以牙还牙，以报还报。好，你今天会糟蹋我，人家我也不要对你较好，人就是这样，无明那都是轮回的业。好，你今天不泡茶我喝，我人家我也就故意在你的面前、哦、吃很好的、啊、跟你这样世俗人说跟你摇摆一下，叫做要讨一下面子。原来都是造业，那叫做什么慢，慢，慢就是瞧不起你，瞧不起你，瞧不起别人，这就在生活当中潜移默化呢。假如没有政治见，你看不到这些问题的，你还觉得大家都也同款啊，所以我也看，你都是凡夫啊。所大的环境，咱进所大的环境叫做清净的道场。咱不应该有这种想法，马上转变，不论在家出家，不容许有这一些错误的想法在我们生活当中合理化，你才是真道人啊，你才是真道人啊。不然你就很容易在这个生活当中而对贪嗔痴慢疑的五顿是怎么样起种种的计较了，天昏的是一家来，为什么伊就对你较好些看？啊，为什么人就要天地来主持你，唔咪只听话别人啉？你们看人做啥物代志？是道理共款啊！啊，为什么人啊看到中落来，我们赶快去接驾？你们看人一世人为佛教付出偌济，人要去甲接驾？其他的老人行过，咱也毋免甲接驾。为什么偏偏啊，即个中落来，咱要来甲接驾？你今天你的生命价值要有被尊重，你的价值是蔡奇亚的价值，还是八会公司的价格，也是在主播店的价格，那就看你的生命亮度。
你要一直把自己摆在我的菜市仔回落，菜市仔了，你这世人就是菜市仔的计销呢，就这样，你无计担，生命就是这样，你也无计担。你一直在这个菜市仔计销在那边轮回，你假如能够提升自我强化，我这个同样的一个杯子，在菜市仔卖啊，夜市仔那边。你就是牙齿啊，计小，做抽象，放在百货公司专柜一摆着，电灯一打造，都同样的一个东西，放在不一样的位置的时候，放在不一样的高度的时候，马上翻涨，10块、100块的变成几万块的。若他又被珍藏在珠宝店、古董收藏家，哇，那价值连城了，可能是无价之宝了。为什么？同样的一件东西，为什么人家会去珍惜它？同样都是三宝弟子，何故众生信众对他特别的尊重？是因为你懂得去破贱货跟私货。如果你不懂得去破见识恶货，你不过只是一直在生命当中在轮回。所以从凡夫位要到圣者位，首先一定要先把这一关，每一个人都要破的。只要是凡夫，每一个人都要破。你不要你觉得你合理化你的烦恼，很哼，伊无要给我，我就安那袂遐介好啦。啊，无要叫我是倒来见，恁那凡夫就是安尼轮回啊，受苦受罪就是安尼来啊。转个念啊，如何让自己生命价值产生亮度？破那个贪嗔痴、失惑思想，我们就是被自己错误的思想还抓着不放。所以啊，人要超越自己，就是要用佛法的智慧。然后尘沙惑是菩萨要破。我们身为菩萨，尘沙惑就是我们很多不懂的，你就是要去学。你不要因为你不懂，你就不学，就是学。菩萨广学无名，法门无量是愿学。所以那个尘沙惑，就是我还有很多不懂的，你必须去学。所以在做中学，学中用，所以你才会觉得说，每一个人都互相尊重自己。有些上根器者，有些上根器者，他还有一些下根器的无名呢、啊；有些下根器者，他有上根器的智慧呀、啊。举个例子，小学在读书，老师会要我们写国字，那些很简单的、很好记的，我们都可以写，分数都会很高。那有些学生他比较笨的啦，成绩比较差的哈，他那些很简单的字他都不会写，那些笔画很多的他都会背，他都会写。因为他觉得他学习很慢，所以他都把那个最困难的都先背好了，但是时间就用完了，结果那个很简单他背不起来了。所以下根者有上根智啊，很多上根者有下根的无明啊。所以三人行必有我师，你瞧不起了谁，你反而会互相尊重。像我有一些我不懂的，我们觉悟师懂，我要去请教他呢。那个时候他就是我的老师了，所以我们就会在无形当中去学习，这叫尘沙惑，菩萨要破的。所以菩萨看见众生都平等，就从这个观念来了，然后才会破无明惑、根本惑，最根本的生死的无明惑，就会因为你见思惑尘沙惑能破，你无明惑才有力量破，不然是破不了的。哦，
这是今天啊用了这一段时间要让大家非常清楚的了解到把自己的生命价值，我们现在每一位都是模拟宝珠，你要把你的模拟宝珠你要放在菜市这菜市给要趁菜市给下，还是要趁这个百货公司的给下，也是要做一个无量无量无边的无价之宝，取决于你自己。你今天为什么会摆在菜市给下，人家连看你一眼都不看，是因为你自己要放在菜市，不是别人帮你放的。你努力了，你就自然成为无价之宝的模拟宝珠了。哎妈，我伫菜市人都看不到，你家己要放在菜市啊！你要让自己成为在珠宝店的一个价值，这就生命亮度。你为众生奉献了多少？你为自己的道业努力耕耘了多少？所以，希望千万别当安呢。停留在个人的错误思想行为，精进骨力是咱的基本条件。懒惰懒事是失败主要原因，精进骨力是咱的基本条件。所以叫做担当，你会了更该要付出，会了更该会带着大家走，不是会了就交给。我出去较久啊，就恁遮拄来了，拢总帮忙恁遮做。那个这边老兵求新兵有啥物差别？原来这个也是五顿食里面的什么货？称称货，称啊，称生气。那个生气是什么呀？生气当中带着慢。生气当中带着慢，那个味道就感觉得出来了，所以都要脱离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修行思维，失货才能破。哦，我希望我们各位啊，我们都是模拟宝珠，你要把自己摆设在什么样的位置，功夫在自己。哦，好。以上跟各位分享，请大家务必牢记在心，要破见思惑，从凡夫位转入圣者位，见惑破，思惑就破，见思惑全部破了才是阿罗汉。你能够破见惑，你就入圣者的这个出果。那出果当然还有一些思想还需要调整，全然断尽才是阿罗汉。哦，全然断尽才是阿罗汉。